大家隻手呢，一般呢，我哋香港人呢，呢度呢，揸得電話多，揸得 mouse 多呢，呢條筋呢，會緊咗嘅。只要鬆咗佢嘅話呢，佢就會好好多㗎啦。我幫你壓，好痛啊！係咪冇咁痛呢？好痛啊！又是我 coach 灰啦，今次我系想讲，好多香港嘅网友咧会成日问我手腕射波嘅手腕系点样练嘅，我成日咧都会听到咧网友讲话，我只手好细，我扶唔到个波。记住，扶个波，你手摁细，细唔过两只手指，唔会扶唔住嘅。只有你摸不到個波的正中點嘅啫。基本上我哋射波，記住射波 one motion 的射波是傳波。左起傳波，又要請阿豪同 CM 出嚟先。又請，好啦，又請咗阿 CM 同阿豪出嚟啦。咁阿 CM 上次炒咗啦，阿豪上次炒咗同上一次都炒咗啦，係啦。咁點解呢 ？OK， 先睇佢哋射波先。OK， 阿豪射波。射多球，有冇緊張？再嚟，射多球。OK。OK， good shot。啊，好，到阿 CM， 等到 CM 啱俾咗啲掌聲你，好敷衍。再嚟。你明點解咁敷衍啊嘛？而家再嚟，OK， 緊張啊！鏡頭敏感咧，呢個病嚟嘅，大家要食藥嘅。好嗱，睇咗啱啱兩球，其實射得咧 O 唔 OK 都 OK 嘅，但如果你話要挑剔嘅話咧，就係阿 CM 第二球大針，因為佢抓住咗個波，用手指。阿豪第一球唔入，就係因為佢用手指抓住咗個波。係啊，係成日都係手指抓住個波。我哋咧用手腕射波咧，其實只需兩點嘅啫。一，第一點，左手喺波嘅最左側，用掌骨掂住，而另一點，嗱我再講一次係掌心啊，掌心呢個位置，掌骨呢度有個握位嘅，你可以攞嚟掂住波，當指住嘅時候攞住波呢一區嘅位置，你咁樣就已經扶實咗個波噶啦，然後放鬆隻手，唔好再用手指找住個波。如果你用手指擘大你嘅手指找住咗個波嘅話咧，two motion 佢係好 work 嘅，因為佢係手指射。但如果你用 one motion 用手腕射嘅話咧，記住擘大手指，你個手腕其實會 lock 住咗，尤其手指弓會推走咗個波。如果你手掌夠大嘅話咧，手指弓拉下咧，你都仲落腕咧都會順嘅。但我發覺咧，呢個拉開手指弓嘅動作咧，其實亦都係好難掌握嘅。調轉。你不要拉開手指弓，放鬆手指弓，不要用力，尤其當你掂到波的時候，記住我們的手形成一個 C 字，不要拉出來，拉出來很多人都控制不到，很多學員都控制不到。如果我再教你另一個方法，就是完全放鬆，當沒有了手指弓，沒有了放鬆的手掌，不需要擘大手指的，放鬆手，情況就是什麼呢？握手，系啦，握手嘅话咧，你握手嘅时候，握手之前啊，唔系握落去啊，大家咧有啲好 man 嘅人咧握落去，好用力啊！大家唔系握手之后，握手之前，系啦 ，good。握手之前咧，
這個手型呢就最似射球了，而這隻手指功放鬆，不用刻意收埋，刻意收埋用了力放鬆就可以了，不要用力，在這個時間你就是這樣去掂個球，左手指前，然後落腕射球。什麼叫落腕？看著扶住，記住我們落腕就是拉下，一個拉下的動作，向下拉的動作， Ready Go。 是不是很怪？好多 CM 很怪，阿豪說很怪，再來 Good shot， 怪不怪？不是，你沒有屈腕，記住要屈腕，這一區呢記住不要直晒個手腕，我們要屈腕的，不需要屈到90度咬喉，不需要，但是它一定要輕輕屈腕，然後向下拉，明白嗎？再來放鬆，輕輕托住向下拉，我們的波向下拉，但是波會向前的，這個就是手腕。我們落手腕呢個動作呢，剛剛阿豪說很怪，為什麼這麼怪呢？在我們以前練射球的時候，我們 two motion， 我們學的是用手指指住個框，我們所有向前的動作就是向前指，但是落腕是向下落腕的。你可以留意回Clay Thompson 或者Curry， 他們都是落完腕之後手指是向下的。手指向下落腕有什麼特別不同呢？手指向下落腕並不是你一個向前推的動作來的，它是一個什麼動作呢？牛企在這裡，它是一個利用旋轉向前的一個叫做一個動作，它是一個物理現象叫做帕勞里定律。什麼叫帕勞里定律呢？看片。And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demonstrate from the very top the effect of spin on a ball. So we're going to get a basketball and drop it from 140 meters up, one without spin and one with spin, and see what happens. Ready? Whoa, look at that go!落腕呢其实呢就是你向下落腕令它产生旋转，然后个波是会因为根据这个气压呢由高向低流令到个波向前冲的动作来的。帕劳里定律呢其实呢我之前在香港呢已经看过一个博士呢示范过给我看的了，那一套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节目叫做学是学非，就是因为有旋转个波会更容易向前冲，我哋落腕就是射波和传波一个最大的分别，传波给队友叫传波，传波给敌人叫什么？ turnover， 传波给个框叫射波，明白吗？我哋是传波给个框，个框一是你敌人一是你队友，你想去做你队友定做敌人，是不是？在你打篮球的初期框是你的敌人，你没有敌人的，你没有人防守你都射不入，有什么敌人呢？好了，到你打球去到一定程度的技巧之后，入球易了，框是你队友，你就开始发觉防守的人走出来了。调转了，当你一个高阶的比赛打了五六年之后，你发觉一粒开了个防守你入的了，那个是你队友来的嘛。所以记住射球其实是传球的一种，但是我们就是落腕，我们是交个阿里乌去个框度交给他，你这样想的话你射球就很简单了。好了，当你有旋转，如果射 long range，你想住全球，就算这个距离你就算用力推出去，你的波都很难射，或者你很用力先到框的、okay? 但是如果你有旋转的话，旋转那波很容易就会到框的了。
明唔明白？好啦，試下呢球射入佢先。傳波，拉個旋轉出嚟。哦，嚟拉屎。傳波，拉個波出嚟。當你有旋轉之後，你個波就會變得穩定。我哋淨係靠個腕力去射個波，交個波去個框度。點樣練呢個腕力呢？睇住。你唔好諗住，嗱，我哋陣間就會練呢個腕力。阿豪啱啱咧就用手指揸住咗，所以落腕歪咗嘅。好啦，我哋而家過嚟練習。好啦，我哋點樣練習一個落腕呢？睇住，我哋首先面向牆壁，有一個俾你瞄準嘅方向。第一，我假設就係呢度呢條線上邊，我要將呢個波射向呢條線，靠腕力。記住，我哋唔係用手指指，唔係推埋佢。不要指住佢，不是指住佢。我哋要练到是点呢？手腕向下压，但个波是向前飞的。再睇多次，手腕拉，个波照样向前嘅。再嚟睇住，用掌心放松只手，握手嘅力量，放松手指功，拉向前飞嘅。而你要见到你个波是直线。指向個框度。第二，記住傳波嚟嘅，左手指向邊，你個波應該飛向邊。所以我哋左手記住，淨係用掌骨嘅地方扶住左側，指住你嘅目標向下拉，你射波就會穩定。指邊度拉邊度 ，OK？ 指邊度拉邊度，個波永遠向住同一點嘅，向下拉，但係個波飛前嘅。所以在你練習初期，你會覺得很怪，因為你從來學的是你交波指前，係咪？你或者你向邊度，你都向嗰個方向推，你開門推門。但係而家會有個不同，就係你向下用力，個波指前。呢個就是手腕。好接近甩手，是強制甩手，然後個波向前，明唔明白？指向邊拉去邊，你個波就會直。向下拉，試一下咯喎，嚟阿 Sam 一齊試一下，係啦，向下拉，係啦，向下拉，阿豪。抓住咗個波啦，所以個波旋轉唔夠。嗱，你睇住喎，呢個黑色波好明顯嘅。嗱，睇住我喺你個位嘅話咧，你見到轉個程度咧係去到咁誇張嘅。係咪啊？但係咧，你因為手指抓住咧，你落咧個波轉唔得喐。咁係產生唔到帕勞里定律噶，嗱唔夠，合埋手指，握手，係啦 ，good， 擺喺度，放鬆，掌心控操，掌心拉落去，飄唔飄到？係咪勁好多？掌心拉落去，係啦，第二，唔好向前推個波，你冇需要向前，嗱 ，CM 個碗係靚啊，睇住。你唔使向前，你向前嗰亦都減弱咗你向下嘅力量。睇住，我哋係伸前隻手向下拉，你冇需要推嘅。睇唔睇到？伸前隻手，嗱，我隻手就算唔喐，向下拉，佢都係會向前嘅。不需要推，明唔明白？放鬆，拉，係啦，拉出去 ，good， 再嚟，向下拉，唔好向前，都係向咗前，放鬆，定咗個人先，唔好錯，放鬆，拉，係啦，再嚟，高少少，係啦 ，CM 好靚啊，屈咗個碗先，
係放鬆，擘大個手指啦。係。屈腕係啦，拉係啦，明唔明白？你可以托高少少，放鬆，唔使用力嘅，放鬆係啦，個腕係。一樣咁大力，你越用力越拉唔到。我哋要柔軟，我哋係拉拉隻手咧，睇住高，好用力去落腕。呢個咧就係你哋成日落腕嘅問題。記住咧，阿 CM 冇一個問題嘅落腕咧，係啊，係啦。記住，你唔係用力就有用嘅，我哋係要咩啊？拉柔軟嘅放鬆。拉睇住，某程度上我咁样做你会清楚好多，唔用手指嘅话睇住拉。而唔係用力握个波，明唔明白？我哋向住用掌心拉个波。明唔明白？放鬆拉。第二樣嘢有一個好大問題。好啦，大家會呢個時候會睇到阿豪嘅慘叫啦。大家隻手咧，一般咧，我哋香港人咧，依度咧揸得電話多，揸得 mouse 多咧，依條筋咧會緊咗嘅。我哋咧只要鬆咗佢嘅話咧，佢就會好好多噶啦。我幫你嗌，好痛啊！係咪冇咁痛咧？好痛啊！係啦，好啦，跟住咧鬆開咗中間呢一條筋，你睇阿豪咧呢條筋好硬啊，係啦，呢度係啦，好痛啊！好啦，冇咁痛啊，係咪 ？OK， 哇，好緊喎你，講肩嗰腳。真係好緊，係好緊，鬆咗呢度先，係呢粒，係好緊，黐實咗，係啦，係，係啊，哦哦哦哦哦，阿嘉力，哦哦，係呢度啦，好痛，係啦，好 ，OK， 放鬆，誒好好多啦，出汗啦，好啦，好啦，嗱，拉完一 shot 過，試下拉個手腕，放鬆，係啦，鬆一鬆隻手。點都唔鬆啫，咁樣鬆曬，嗱係咪柔順好多咧？嗱，如果你咧拉鬆咗呢個手腕咧，講真㗎，30% 射波即刻嚟，阿豪，唔好呃觀眾，一 shot 過射球三分睇下先，放鬆拉。哎呀，爭啲入俾多球嘅，一 shot 過，放鬆拉。哎呀，但係係咪順好多？係咪順好多啊？再嚟多球，放鬆嘅嗱，記住拉鬆咗前臂咧，你會順好多。再嚟放鬆，係啦，啊爭啲，好啦，個角度爭少少啫。嗱，你三球都前關 ，keep 住啲 shot 啦，高少少向下拉，交波，阿廖。out 再高多，哎唔使执 ，CM 拉 C 一球，再高多少少，拉个波落，系啦，哦，嗱呢下咧硬咗啦，听唔听到？呢下就硬咗啦，再嚟放松啲，嗱记住啱啱，使唔使我再俾一次痛楚你？好，嗱拉 C 一次，松埋后边呢度都会有一条嘅，松埋佢，系啊，佢都系会嗌嘅，系啦，唔好你唔好咁讲，转个头你都系好痛嘅啫，嗱放松埋呢一条筋。放鬆個手腕，嗱，而家手腕鬆啲啦，拉個波，放鬆，記住交波，向上交波，係交 ，perfect， 啊，爭啲，放鬆，記住我哋交個波，就阿利奧拉個波埋去嘅啫，得唔得？再嚟睇一次，唔使用好大力嘅，唔好壓落去，記住放鬆，跳起拉個波。
明唔明白？放鬆跳起拉個波，再嚟放鬆跳起拉個波。哎，好啲啦，再嚟拉屎一球，合埋隻手，放鬆啲，跳起拉個波，唔好向前壓。Good shot， 阿 CM 試下。系啦，好，再嚟放松，跳起拉个波，系啦，再嚟放松，啊 OK 啊，其实个攀滑线好靓噶，再嚟放松，跳起拉个波，再嚟放松，啱啱好准噶，信我，啱啱坚准，叫佢唔好射噶啦 ，yeah。再嚟先，拉射一球，放鬆，跳起，拉個波，係啦，嗱，呢個就係手腕嘅效果。我哋再嚟一個遠嘅，好啦，記住越遠，帕勞里定律更 work。你唔使特別高攀物線，唔使特別大力，最緊要就係交波向下拉，交波向下拉。我就是这样去射 long range 的，准备交波向下拉，再来放松一点，波完全不转，你看到不会向前的，明白吗？再来给点力，放松向下拉，记住用手腕，用手腕拉，明白吗？这里不是很远，我告诉你，放松一点，望着前方，你交波，明唔明啊？你唔好成日谂住射，唔好成日谂住用力推，系交波。好，到 CM， 放松，记住系交波向下拉啫，放松。系啦，嗱，一攞波知你紧张咗啦，交波，放松，交波，系啦，放松，交波，你交个波俾我先，唔好谂咁用力先，交波，系啦 ，good， 好啲啦，再嚟。再嚟，嗱，記住，我哋係 pass， 交波俾我啫，放鬆，係啦，唔得，嗱，交得好靚啊，但係可以交高少少，試下放鬆，交，唔得太高，太用力，我哋唔使嘅，嗱，記住，我哋交高少少，唔使咁高嘅，明唔明白？你係交波嚟嘅啫，明白？放鬆，交波，再嚟，你冇諗過交波，你諗射波，第一你屈咗個手腕。攞翻外側先，你交波係點交噶？擺呢度噶嘛，攞外側先，再嚟交波，交，係啦 ，good， 再嚟放鬆，合翻埋只腳，太闊啦，交波 ，CM， 就咁交個波，係啦，呢個好啲啦，再嚟拉射球，交個波去個框度，交波，唔得啦，嗱。太用力同埋亦都太緊張，記住你想象唔到呢個係交波，記住放鬆交波係交波嚟嘅，唔會好遠咧。記住，如果呢個係一個交波，你就覺得唔遠噶啦，明唔明白？明唔明白？清唔清楚？記住，傳波俾隊友，傳波，傳波俾敵人 ，turnover， 傳波俾個框，射波，阿豪豪冇 time 啊！好 time 啊你，加埋呢球，好 time， 准备，三、二，又输，完。